女生一定会说，细节会透露真相，细节会透露出一个男人对我是不是用心，对吧？对。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错的，但如果你刻意的去追求细节，其实你离真相会越来越远。因为在你刻意的追索真相的时候，对方已经成为一个表演者，来配合你的需求。就像他最近的这两年，但到最后演不下去了，你可能也就看到真相。所以说，其实有的时候啊，男人不经意的一些表现，女人看到了不用说，自己心里知道就可以。但如果你反反复复的把这些细节提出来，让他对方去改变，其实你要到的不是真相，而对方也不是你想要到的那个人。如果你要是成功的改变了对方，当他改变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的时候，也是你索然无味的时候，因为他身上的那种独特已经被你所改变。但事实上我们发现，我们改变不了谁，我们也管不了别人，我们只能管住自己是不是爱对方，却管不了对方是不是爱自己。所以说，其实活出一个真实的自己比较重要。